你你拿坐好剪不好？我刀。们是不是四个人？过来，下面，下面。啊，我们四个人嘛，来来来，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下面还有音乐，下面，别客气。啊，我在吹，我在玩了，我在玩了。啊，这样没成就哦。拜。我有成就哎，可恶。演错了。然后去拿了、啊。我把剪刀丢在这里哈。啊，好啊，剪刀可以丢在上面啊。你丢太远了吧？可以拿近一点吗？拿近一点好。塑胶刀可以慢慢搓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可以啊。五滴五趴五趴，搓刀来。大家下去拿塑胶刀啦。走啦。对啊。我那时候就是拿空白键吗？我那时候就是拿塑胶刀在那边慢慢那个啊，挖土。雷土雷土雷，把它吐开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子开门，你们会不会有事？我会不会有事啊？不知道，我出来了。我不会啊！我吓一跳。是啊、哦、是啊、哦。里面还有人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杰克，杰克，而且螺丝刀也可以。螺丝刀也可以。对，反正只要是刀的都拿来用。好，我去拿。我丢了好几把的。搓一下，来啊来啊来。来，我多拿。楼上那个要不要下来啊？哎、欸，讲一下晚餐时间，晚餐时间没有吃晚餐会。楼上那个不听话、啊，出来了出来了。楼上那个晚餐时间呐、啊，你不吃，你这边呐、啊？啊，哪里哪里哪里？楼上那一个啦，不是我啦。哦，完了，要一星了。啊，半颗星，半颗星。不能搓啊？能搓吗？不行吗？搓啊，是红的、啊。你拿什么搓？塑胶刀。塑胶刀。汤匙呢？啊，塑胶叉可以。那就拿多拿几个叉子啊。对，工作时间喽，工作时间喽。我在做了。白痴吗？那个搓一下一趴、啊，搓到民国几年、啊？对啊，拿出刀可以吗？我那时候就是慢慢在挖土啊，挖超久哎、欸，而且体力也耗很一样快。每天去餐厅拿刀子搓、哦。嗯。就是我还没体力搓，我气死我了。啊，小雨，我的下来帮你开门了。啊。啊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工作时间。什么？我们要做什么？把墙壁挖爆啊！对啊。那啊，要做什么工具？最好的是镐子。镐子，但是我们没有镐子，没有就只用搓刀了。搓刀，搓刀要做的吗？还是早就有了？早就有的啊。嗯。走错点。我。那我记得有。锉刀我是有几只啦，两只。我们拿上去放着啊，等一下慢慢搓。啊。哦。还是找螺丝起子这样啊？螺丝起子也可以搓，是吧？对啊，螺丝刀可以找。好好好，那我有。大家准备好就把东西拿上去吧，我先上去开门。哦、好，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这里有。刀啊、重点是会戳到没体力，你知道？就下去洗澡啊，就很麻烦，就是了。淋浴时间。对，等一下等一下顺便洗，还是你要现在洗？先把东西放进去吧。好啊。我来了。啊啊！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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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自私了。我先洗一下。我记得他时间没有很长哎、欸，先扔这里啦。嗯。那音乐能放我进去一下吗？快过来啊！你根本就没来。我来啦！好，我先去洗澡。那我先洗澡好了。Hello. 你到底想怎样？你这个人啊！你就不要带着过、oh. 过那个哦。哦，我搓另一边了。好，我来搓两下。好，你搓，你知道你们那边走不走？这不能搓。什么走走走？音乐那边。我先去洗澡，先洗澡，好了好了，好的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晚餐时间吗？自由好了，自由自由。螺丝刀才可以搓啊，搓刀搓刀不行啊。你在上面的、喔。嗯，我刚捅了几下，没体力。所以要螺丝刀。出来出来，要出来了，出来吗？等一下，
我去了，我去淋个浴，再上去搓。我看哪里在搓刀？可恶！要螺丝刀。螺丝刀一次搓多少啊？5%左右吧。5%？哇，好，感觉还是要很久。开挖。对，5%，然后扣15%的体力。没有那个啊，没有那个什么铁锹。没有铁锹，没有握把。对啊，握把对，握把我也没看到的感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样我还是要很多数，很多数量哎、欸，很多啊，慢慢搓、啊。哇塞，铲子行不行啊？可是还是没有握把哦。啊，没握把。剪刀呢？剪刀不知道，我有放一只在那边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要开门要讲啊！哦，哎，我穿这个衣服是不是不用那个就可以开门？还是要？要，是我帮你开门的。哦哦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。这门口放一堆错的。哦，身上哎、欸，他们身上有能量饮料啦！白痴哦，忘记拿了啦。谁？闪闪身上啊？怎么了？刚被打趴的时候，身上有那个能量饮料，带着喝啊。哦哎、欸，去翻柜子拿能量饮料喝，拿上来喝。好，这是不是要点名了？嗯，所以要把这面墙都戳爆才行吗？应该是哦，握把不是可以做。感觉我们要加班久了、欸。哦，喂，老天哪、啊！点名时间，你们下来了吗？下来了，下来。我在走了。啊，还有什么事？我帮你开门，我帮你开门、啊。还有人在上面吗？没有了吧？我在下面了。冲啊！点名啊！点名啊！找我们喝的，先都拿出来。我抽屉。以前是任务连锁会拿到稿子，不知道，没看过。没看到，你们刚才解那么多任务也没看到啊？不一样。我工作到现在没有啊，嗯，跟工作无关。还是有什么工作是有相关稿子的吗？哦、握把是用那个啦，锉刀加木棍，可是没有那个、啊，没有那个啊，就是没有那个啊，铁锹啊，没有铁锹、啊，嗯，没得敲、啊。那如果我们做铲子呢？铲子不知道行不行？可以试看看，我觉得，试试看吧。啊感谢 CK 的手环、嗯，加班费，加班费，加班加班，加班加班。分食物。哎、欸，身上有假人的，自己注意啊、哦！有了，放好了，我收好了。所以我们就先做一些握把，然后看做个，嗯，握把怎么做啊？锉刀、木棍加锉刀。你只要拿木棍去楼上就可以了、啊、太多锉刀了吧木棍加锉刀这是什么隔墙啊有木地、嗯、木地也不用了木地已经做好、啊、飞机已经做好了、啊嗯、怎么都是木棍啊薄荷糖我们要不要再上去看看啊？就先上去，然后再下来洗个澡，吃个饭。这个啊，我没有了啦！哇，有人没听到名啊？我忘了。好了，我没事了。啊，狗来咬我了！看东西，看到有人没点名。我的，拍谁？狗狗摸摸狗狗、哦，我的老鼠怎么不见了？你的老鼠被狗吃掉了吗？被叼走了吗？啊，土豆王者，就是你，是的，警戒 99%， 为什么警戒 99% 啊？为什么？可是我不是已经被抓过去过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刚刚很乖的在房间里面、啊，还是 99%， 怎么回事？没为什么？啊！小婉，出狱！干什么？啊！外套炸弹，阿伯吃到。我早在忘记了。
干什么干什么？快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嗯嗯。是不是给他出去打一打，这样警戒比较快啊？你说你的警戒值很高是？对啊，就八十多，赶快死一死。所以有哪些给息可以用啊？制作的话还是都没有。好，好，你当不到，对不起。干嘛啦？都不会选，临死就要扶你一刀。怎么会死啦？求帮开门啊！因为刚死，我的东西在那个柜子里面。我刚刚警戒值太高，又不能去啊。嗯，拜拜。对，我要先去工作一下。你有工作吗？没有啊，可是我要去报道一下。哦，你要假装自己有工作。我以为我有工作，结果都只是以为，并没有宝宝。看有多少人不想工作，我们都想工作，可是就没有工作。可以帮我开门吗？我拿一下卡片，我拿一下卡片。可是你被警察追，对，被追。我？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对，被追到后面那个妹，不是妹子，没有啊，我警戒值是零呢。可是后面，他是很不爽我而已，他没有看。红色的、啊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打警察，有些警察对我们不爽啊。啊，他是很不爽。关键时间。我在港口上来。我要绕一圈走出去。感谢客爷的手环。城之内。城之内。哎，我是感到，不是感到，我感觉到好像大家越来越多人克贵族啊。嗯，对啊，我这里手环可以送，我这里又多了一个在送手环。对啊，超强的，就觉得比较这样加一加比较便宜吧。然后有定时在送的话，觉得这样比较便宜。嗯，好，我开门了。哎、欸，你那边巧克力要不要顺便拿？哦，这里够，这里够。哦，左上房间巧克力要不要顺便拿过来？巧克力、欸、他开始追了、欸嗯。快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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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发现有违禁品，就是。就会不是，就是有违禁品，然后经过那个狗，那个狗就跟智障一样的，他就一直追你啊。他不会开始追他，可是他你的警戒只会直接到100。哦。啊！我来了，开错了。我要来错了，我们开错喽！来来来，一二一二。等一下、啊，一次一趴。你的浪费。啊、怎么错啊？错空白键、欸，白痴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出去？啊！不要出来，我上不去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直接这样走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，死路。他写逃跑、欸，哎，逃个头啦！不是，你这里已经挖开了嘛？那我们准备剪刀，直接从旁边挖出去就好啦。哦，旁边有剪刀，这里有剪刀，有剪刀。那等一下，可是哎、欸，要先关掉，要先关那个。哎、欸，一个人跟我下来关电源。好好好，我跟你去，要赶快哦，不然这边我上不去哦。啊！突然就下去了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旁边帮我开门，旁边开门。我不要开，你关。我悄悄关电源，等下就上来。好，那我先把门关起来。新的逃法吗？啊，可以啊。结果不是这样子，下面都没。刚刚那个剪刀是哦，电源关了，电源关了。刚刚那剪刀是。多强的、啊？一般的。我有丢一把轻型剪切割。我有丢一把红，不是有一把黄金的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我没看到黄金的，可是我做一把已经升级第一次的啦。啊，那应该可以吧？有坚固，有一把坚固。我还有一把，我还有一把废废的。可以，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。应该够，走，电源关了，电源关了。不是不行就算了，这边两把，这边两把，我们继续找抢。坚固的。好，赶快下来，我在下面很孤单。好，走，不行就算了，不行就算了，我再关，顶都被抓回去，我们再继续找墙而已啊。不用捡呢，上面可以捡。哎、欸，捡下，红啊，会红啊，那就捡了啦，捡了，冲啊，狗来了啦，我打狗，我已经倒了啦，我也倒了，然后我们卡片被收走了，卡片在我身上，
然后关台了。好，跑一失败。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都在玩，都在玩。放我回去啊！我不要去。要去小土豆。搞懂情况了，不过我们失败了。那你这一关是完全不能挖墙壁的，对，挖就会出事，或是说要摆墙壁吧，晚上的时候挖。哦，那就要捡墙壁。哦，好啦，关台了，关台了。关台，关台，休息啦。对对，太好了，太好笑了。我要先离开土豆区。怪礼物。我还是要离开土豆区。啊，感谢大家收看啊。哎呦，哦好，我这边自杀好了。啊耶！啊，那等一下可能一样在兔崽子那边继续玩那个 Don't Start Together。啊，如果不确定会不会开啊，因为有点累。有在开就一样留意一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拜、啊、感谢大家收看啦。